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严阵以待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要干啥呀？再见。你白搭个疾跑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全军出击。怎么不玩老头？哎，这两把打得我脑淤血了。我本以为我塞纳可以折磨一手对手，没想到我让俺们家人给折磨了。哎，晕走。刚才这个啊，不要贪 A， 直接往前走。第一个外圈坑我就不吃。走，哎呀，肚子有点疼，一开起来晕。严阵以待，跳上来锤。他会不会学拉拉呀？看看他学的什么玩意儿了吧，看他用不用 W 补刀。他如果不用 W 补刀，他一个他也补不着，知道吗？他要不用，说明他二级学的是拉。啊，这边等他抠，或者是他不抠，我们直接上前，直接开 E， 晕，开致命点炎，跳下来群雷，锤接重锤。你爬，你爬个屁！我回来，锤，锤，你给我死！哎，这塔怎么能扎我两下？可恶！这塔砸了我两下。严阵以待。玩个螳螂也二级杠克。嗯。不是那个防御塔正常，我要是 A 了他一下，他那个防御塔应该只能 A 我一下。这确实不太应该啊。挂重锤，晕，再见，不打了。这边小兵有点多，我给你榔头，你咋的？bug 了，那倒不是 bug 了，可能防御塔出了攻速开。哦哟，你真敢先拉，我给你一榔头。你是真敢先拉人呐？落手一定是不能先拉的。先拉，要么你能保证你的 Q 是必中的，要不然你就别拉。4分50秒，吃一个塔皮吧。这波薛贝是有点小狼了，晕，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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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重锤，什么意思？想一 Q 必中我？你会吗你？其实 EQ 必中并没有那么特别好操作，你知道吗？
有的时候不太能操作的出来。严阵以待。正好插个车去。嗯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看看有没有死，我就吃口屎。哎，这就可以了啊！再杀他一次，我们破败了。直接跳，不打了。你如果不打了，我可回家了啊！这是你唯一一波杀我的机会。你等我回家，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哎呀，你回家了，再见。没想到吧？那我走了。我可破败了。你要再想杀我，你可杀不了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队友杀了一个，见永恩吗？先吃个车，不给你榔头，现在我的装备已经不用跟他就是再要什么细节了，没有细节。这边打完我得撤了，兄弟们，我的肚子越被使劲儿疼。我来想玩一下那游戏的，看看打完疼不疼吧，疼了我就上厕所去了。但是万一玩的时候给我吓着了，再见。他拉刚好用了，我们直接上来跳他。我中谁？去了就取关，取关就取关吧，乐意取关你就取关吧，我也累了，毁灭吧，我累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我心绞痛啊！我操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刚才的蛋糕有问题？应该也不是蛋糕的问题，我感觉。走了，一会儿再回来，先回家了。三项多少钱呢？差600。600得杀两个人，那不行。
这把我决定我们狂妄一点，不行不行，这太狂妄了，这不行这不行，这属实是有点狂妄了。这样吧，秒 W 呢，没得用啊。又干他了，那螳螂干啥去了？我的人头漂亮，锤中锤，那你今天你可跑不了。哎，我吃了，回上去了。这个落手我们这点血他都打不过，没事，我们还可以直接吃个峡谷先锋试试。剑圣，你要能打下来一条龙，还是我们家的功臣。如果你连这条龙都没打下来，那你确实是个弟弟。兄弟们，这把啊，担负重任了，啊，担负重任了。哎，这把又得我们辛苦的劳作了，又得担待一手他们了。妈的，闪现都打不出来，打个闪也行啊！这里头明显是有眼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他放峡谷先锋，你俩爱来不来？好吧。靠我点盐，那属实是没什么办法啊。打他个大，可以接受。回上路去。啊！我永恩换人了。不好杀这玩意儿了，主要还是太难杀了，有位移。没事，难杀我们也可以过来一次。中路眼儿还挺多，回家。下路小黄毛死过了是吧？啊，那还行。严阵一段，确实是没蓝了。落手起来了，他起来个狗屎，他还起来了。你等他起来，你等五十分钟吧。这波我要去下路了，这有我搁旁边，这他才不敢杀你。我跟你说，没想到吧，几个人啊，漂亮。哎，这别踩大招上面，
我猜中塔你好像有脾气，把他中塔拔了，拔完以后我们去上路。吃塔吃的挺爽啊。现在该我了。目前我们的装备还不足以能一打好几个，现在是不够用，尤其是那个莫甘娜呀，有控制很烦，赶紧回家出个蟹手就行了。完了，这剑圣又死了，我把下路塔带了吧。追，看你的了。而我就找莫甘娜去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莫甘娜人呢，我把这莫甘娜给我干了，给我冲来，先把莫甘娜杀了，希望莫甘娜没有杀漏。怎么没有人杀莫甘娜呢？这控制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人了。1000块，我没有1000块钱，我不值钱。我又回来了。这劣势成这个样子，我们都没有赏金，我们的赏金等于零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也换上。不能硬追，太烦了，这个东西。那一抠我就2秒，这么难杀。怎么就这么难杀？我想杀个艾克这么费劲吗？撤吧！你他妈咋的呀？你怎么就狠成这个样子？你给我解释一下子。漂亮，永恩！哎呦我永恩，永恩还像点人啊！玩家，我说实话。你勾他我也不能上，你勾他过来再啪一个大招给我打，再给我打死了，我不合适，回家了。你咋没跑了？杀辅助，杀辅助也无所谓了。哎我操了，你还敢冲美甲切魂卷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两个打不过一个，也
现在就有个问题，他们却打大龙了，该怎么办？给了吧，慢慢带吧，这一塔都没掉呢。80%是往大龙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地图上他没有人了，你没有办法，打就只能给了，不要了。我这波不走又能怎么样？不走那就只有死。哎呀，走好了，我没寻思艾克能回来。当我进草丛那一瞬间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其实你能打过那 EJ 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打不过呢？来守一下中塔吧。哇哦！这么个辣，带个黑暗收割不行啊，不能去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Shut down。永恩牛逼，也就永恩还能像点人了。那其他的都不叫人，那都那根本那就不是人类，也不知道怎么个回事，这么费劲。那还行，那洛克萨斯之手没给带飞呢，人们没碰着比这还恶心呢，人家崩就崩了，崩完以后就是给人家送，那洛手还能给送起来，给人洛手送完以后。然后彻底啊，对面五个人都有用，俺们家就我们一个有用的，剩下全没用。我也不知道你这是非得要上来干什么玩意儿了嘞。带线去。他们家死了一个，我有点慌啊，还好啊，目前见不着人，不太敢动啊。中路一个两个可以，上高地了啊，你们随意。
那莫甘娜一个想要回家守我，你们家就派个辅助守我呗。几个人呢？让我走一下。哇哦！进，没办法，这边俩人没打过，那就没招了。哎呀，不好赢啊，拉倒吧，下线。